喜欢我给你安排的旅程吗？喜欢，海里特别美，有珊瑚，有鱼。你这个旱鸭子，什么时候才能融我？唉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根本不行。走吧，后边还有更大的惊喜。啊！ 怎么？你玩的挺嗨啊，准备好，美女、美酒、蛋糕都准备好，就差你们家孟子。嗯。 各位下午好，我是本酒店的经理，很不好意思打扰到各位的雅兴。今天的派对到此结束。为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根据前台的订单记录，你们预定的折扣套餐已经过了打折日期。如果想要办理续住或者消费其他娱乐项目，请按照今天最新的时价结算，否则稍后请自行办理退房手续。凭什么不让我们住？我在网上订了10天呢。你预定的10天不是本季的，所以等价只能折算到今天。 你们太过分了！我要投诉你们！就是你们疯了吧！现在的实价是折扣前的5倍，你不如去抢好了。我们折扣套餐是有固定季度的，如果你们不想续住，那么请尽快腾退。不是你什么态度啊你？啊什么人啊？说，你说怎么办？这就是你说的惊喜，连住的地方都没了。哎，默默，你看这个。 哎，怎么样？那边我都看过了，贵的更离谱。这些人就趁着旺季宰客呢。我们也问了，都没戏。来，轩轩，坐这儿。哎呀，都把你给晒黑了，我看看。来，包给我。要不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去看看吧，说不定有便宜点的酒店呢。你确定其他地方有这么美的风景吗？ 我就不信了，我一会儿还想去更远的几家看看。默默，我觉得咱没必要为了这点钱瞎折腾，更何况你跟闯哥的钱我也能承受，咱们就先赶快回去吧。而且咱们还能按照原计划进行。我说了，这次旅途的费用我自己承担，我不想依赖你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不是，我们都来了，回去干嘛呀？哎呀，你们俩别吵了，都出来玩的嘛。哎。 我刚才路过那边的时候，看有冰淇淋椰子摊，咱们去看看去。嗯，你走。行了，别生气了。您好，啊、给我个冰淇淋。有，需要几个呀？8个。嗯、哦，好，8个。我想吃肠。 您这边也没有房间了，好吧，谢谢谢谢啊。妈妈，哎呀，闯哥，妈妈，去不去？去哪儿啊？去这儿，这儿好。这什么地方？这是。哎呀，包吃包住，还福利丰厚，可以啊，天无绝人之路嘛。先不说包不包吃，包不包住，好好的一个假期，这多累呀。 哎，梦，我觉得咱们换一种度假的方式，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吧，梦梦？哎，就要去！不错呀、啊！你好，请问你们是来我们酒店办理住宿的客人吗？你好，我们是来应聘的。好的，那请大家跟我到2楼稍等片刻，我们主管马上就到。好。你们从哪儿看见的？我们在那个海滩的报亭看到的。我是这儿的主管，最近正是旅游旺季，客人比较多，工作比较重。我让他们安排你们到餐饮区和住宿区，你们暂时先住在员工别墅。带他们去员工别墅。喂，工作区域以外的地方不要乱跑。 尤其是酒店附近的树林，走吧。拉木哥，六爷让咱过去。没有牛爷让我，只有我榔头自己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榔头哥。一切准备妥当了，这怪鱼看起来像是海鳗，但不确定，它长了海鳗不该长的东西。嘘，这可真是个稀罕物啊！我终于把你盼来了。 跟我一起送东西去。椰子太多了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这边。你先在这儿等我吧，我先把这个送上去，然后我们再去下个地方。听见没？ 瞬间，人就没了。你先别着急啊！哎呀，这酒店这么大，咱们现在去哪儿找他呀？我都找遍了，哪儿都没有。怎么办？会不会在外边？外边？可我刚从外面回来，外面在下雨呢。糟了，我哥怕打雷。创哥，创哥，哥，创哥，创哥，哥，创哥，哥，你在哪儿啊？哥，创哥在哪儿啊？哎，哥，这好像是创哥的帽子。 好像是一家废弃的酒店，哥，创哥，哥，哥，创哥，哥，创哥。 哥，哥，川哥，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川哥，爸爸，好了，爸爸，不哭了啊！好了，不哭了。哥，不怕啊！什么声音？我去看看。没事，你小心点，梦梦。没事，没事，川哥。 干什么呢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主管，我们是来找哥哥的，他刚才跑丢了，我们不是故意进来的，我们现在就走，现在就走，走走走。 欢迎各位 VIP 客户，牛爷为你们准备了盛大的礼物，希望我们继续合作愉快。小心点啊！把它抬过来。来。 牛爷，欢迎各位贵客来到我的养殖场。今天我给各位一个惊喜。牛爷，你这是玩哪一出啊？安排这么个破地方是要我们来喂蚊子吗？王老板，着什么急呀？是吧，榔头？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稀罕物啊？这么猛，什么品种？这可是我们养殖场独有的稀罕，并且能够保证常年的供货。各位有没有兴趣参与参与啊？牛爷，快给我们说一说吧。哎，各位老板，各位老板，这个项目呢，我有参与股份，希望老板呢赚大钱。你看能不能让我赚点小钱？ 吃肉，我喝点汤，好不好？胖子，哎，牛爷您说，那你还不赶快给各位介绍一下啊？你，牛爷，你别开玩笑，怕什么？你也是合伙人嘛。这个鱼啊，纯野生的啊，这个鱼呢，他怎么死了？这水里有什么大东西啊？嘘！说梦想和张顺龙在一起，咱俩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呀？他俩都是成年人了，我们能做什么呀？给他们俩一点空间和时间，或许明天就好了。也是啊，反正咱们两个也是来度过二人世界的，对吧？快点儿！ 你收起来，快点！什么情况？这么着急忙慌的？管他什么情况呢，咱说说咱们二人世界的事儿。 他要先尝尝，好怎么样？爽啊！咱们再去弄。来，我也来一个。爽啊！那你再弄几条鱼送到他们房里去。 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凶吗？咬着人都不松口。子聪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去医院？没事儿，那倒没必要啊。好了好了，大家没必要在这儿搞什么深入研究了，研究来研究去也没什么结果。子聪又没什么大碍，咱们早点休息吧。没什么事儿，在酒店里被怪鱼咬了，就这样算了。那怎么办？ 拿着这怪鱼找酒店理论去吗？没有找到相关的图片资料，但是从形貌特征上来看，应该是鳗鱼。